一模一样，哦，一模一样，但是属性，哦，因为我们有它有提到这个 polygon 对不对？第二个 polygon， 第二张纸的这个 polygon 啊，哦，的属性里面会进入到这一个 polygon， 所以它没有无极限。